今天早上接到一位客户，说母猪怀孕有24-25天了，让我去给她做个 B 超，看看是否受精成功。开始出发了啊，来到了这位大哥的猪场啊，咱一会儿随着这位大哥进猪场看看，看看母猪喂的怎么样啊。来到这位大哥的猪场中啊，你喂多少猪？母猪。哎呦，一百多头喂的不少啊，光这母猪喂一百多头，一年到几十万呀、啊。这看咱这猪有猪没啊？做个 B 超找找，这毕竟是辛苦越月了。看看大地怀上没怀上猪，也算是给你一个完美的交代。哟，这猪怀猪了，漂亮！大哥，为了收尾不嘞？可以。做了 B 超嘞。这猪肯定赚多了。哦，那不赖。猪喂的不赖。这个这平时你搁这饲养管理都是分不开的。你看这逐渐拾到的多起数，多厉害！这都是辛勤劳作。通过这次总结呀、啊。主要是给你这勤劳密不可分。大家好，刚从这位大哥家出来，这位大哥家已经做了14头猪，只有一头没有怀上猪。平时与这位大哥的辛勤劳作是密不可分的。今年是猪年，连这位大哥在养殖的道路上走得更宽更远，